响彻云霄的欢呼声。是的，感觉今天又是一个很精彩的一集哦。而且他们从各个地方来，有从基隆来的，也有从彰化来的。是的，身怀绝技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先来介绍我们这边红队同学。红队是来自彰化的中校国小，重视五育并进的他们，不管是动脑还是肢体的关卡，都有满满的自信哦。中校国小是在彰化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从彰化来，怎么来？开车还是坐开车？开车。最喜欢哪一个关卡在我们的节目里面？不要跟我讲没看过哦。方程大作战。好邪大聪明。因为他瞄到这个大作战，方程大作战。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紧接下来是我们蓝队同学。蓝队是来自基隆的 DI 舞团，靠着平时练舞的良好默契，每个人都斗志高昂，要把奖学金带回家哦。那你上次就是跳舞的啊？这李先生我就比较看不出来。哦，家长代表。哎，请问你们练舞练了几年的时间了？对。练了四年了。哦，那你们的舞蹈是属于什么样子的舞蹈呢？是街舞。今天我们带来很厉害的表演。是的。是的，欢迎你们，谢谢。到底哪一队可以获得我们今天8000元奖学金呢？马上进第一个关卡，走。谚语高手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轮流接力进行谚语拼拼，依照顺序找出题目中的字，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谚语高手，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谚语给排出来，最快速度的同学呢就可以获得冠军啦，获胜好吗？是的。我们欢迎我们的谚语小美女。是的，我本人就是谚语小美女。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迅雷不及掩耳。这个谚语呢代表意思就是比喻行动非常的迅速，令人防备不及。我们来造个句好了。好的。每次收工的时候，郭彦均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家。冠军，请你造句。讲得真好。该你。每次吃饭的时候呢，心灵姐姐总是迅雷不及掩耳把便当给吃光了。我们两个都是陈述事实哦。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红队先来出发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加油了，迅雷不及掩耳 ，Ready Go！ 加油！先把它推开，全部推开。找到字就把它翻过来，下面可以帮到下面的人哦。哎，好。好，哇，时间帅哦，很快很快很快，迅。好 ，Give me back Go！ 迅雷。接下来是第二个字是雷，请问雷在哪里呢？把字全部翻出来，翻出来帮助同学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没关系，不急，可以找出来帮助同学，很好。哎，好像有字哦！有了！迅雷。好，来第三棒准备了 ，Let's go！ 第一棒有没有看到？不，迅雷不，很好。就像英俊哥讲的，前人做树，后人乘凉。好，接下来是急。急在哪里？要翻一下。第四棒出发。看看字在哪里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找一下哦，跟关卡一样，迅雷不及掩耳的，赶快把字给找出来。哎，他看到了，很棒！加油，速度很快 ，OK 哦。掩，哎呀，最快了，马上。帅哦，不及掩。最后好了，最后一个字了，最后一个字了。回到我们的第一棒，耳朵的耳。耳，找一下耳在哪？耳朵的耳在哪里？很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其中一个了。加油加油！只要有字就对了。哎，有了，记得帮我按钮哦，帮我按铃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迅雷不及掩耳，没错。好的，比喻行动性迅速，令人防备不及的意思。没错。成绩1分23秒，1分23秒。不错哦。不错不错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紧接着换我们的蓝队同学 ，Go。Round two， 题目是什么呢？大美女。哎呀，从小美女变成大美女喽！今天的谚语就是“真金不怕火炼”，来造一下好了。那就是虽然比赛有输有赢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继续锻炼，保持自己的实力、能力跟耐力，一定可以真金不怕火炼，赢得最后胜利！掌声！哇！重点来了，冠军上去。我相信以心灵姐姐演戏的功力，不管是任何剧本、任何角色，都难不倒她的，因为她就是真金不怕火炼。你好棒哦，你可以耶！哎呦，可以。
以可以可以，很棒。真金不怕火炼的意思呢，就是比喻真实或是坚强的人事物，经得起任何各种考验。对，接下来是换我们的蓝队的同学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1分23秒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Ready Go。脖子上。加加加。先把它拨开。第一个字是真，真假的真。哎，很聪明哦，很聪明哦。先拨开再说啊，拨开比较可以看到所有的字。对，不会到最后一个才看到真吧？他把所有的都有了，有了。很棒，好，接下来第二棒什么？金金金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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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面把它拨开哦，拨开看没有？同学，给你个提示，这是比赛，要快一点哦哈！加油！真金金在哪里？找找看，金在哪里？找到自己就把它翻出来哦。有了，加油！加油！速度要再快一点的，可以的话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布在哪里？哎呦！我们的蓝队的同学是走优雅路线啊。是的，有，有在赶时间了。不，布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前面看到没有？不，看看前面有没有？不要怀疑你的眼睛，没有就是没有了，不要再找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快了，第四棒出发，啪，前面的肉已经帮忙好了，加油加油，很好，快一点，加油，火在哪里？快点，博文大说一个字了，好，火，文大别把面在哪里？好，帮我按铃哦，帮我按铃，按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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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左号的时间是1分39秒，差一点点，差16米。是的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关卡，恭喜我们的红队，耶，环游世界，而且 Let's go。我们第一位画师冯先生，是的，他的目标是以后可以当一个财经专家，而且他的偶像是爱因斯坦，厉害了，哇！你怎么会喜欢？你怎么想要当财经专家嘞？因为我数学很好。数学不错，那你对我们现今的财经政策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还是有什么？还是你觉得有什么改良没有？没有。就以后每半年大家发20000块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OK， 加油哦哈！好，以后应该可以当财政部长。很好，交给你了。他的名字很特别，华世鹏。对。哦。部长好。部长。华。OK。部长，我们环游世界第一个地方靠你了。OK。OK。好，1、2、3 ，Go！ 看看部长带我们去哪里。狗狗狗狗狗狗狗。一点吗？哎呦呦呦！五点。OK， 我们从起点出发。我们要走5个格子哦，预备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。意大利，你有去过意大利吗？没有。OK， 来，欢迎来到非常浪漫的意大利。你看，1500分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是。这里呢，意大利罗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堡，叫做圣天使城堡哦。是。它名字源自于西元590年的教宗俄我略一世，他为了消除瘟疫呢，举办了这个忏悔的游行。哦，瘟疫。然后在那个时候，他就亲眼目睹大天使圣米迦勒显圣了，所以留下了圣天使城堡这个名字。那这座城堡呢，后来一度被当作监狱哦，是，那也曾经当过教宗避难的场所。如今呢，它是一座博物馆。所以是当年那个时候，欧洲在盛行瘟疫的时候，对，所盖的一个城堡。是我肚子饿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它好像柠檬塔的感觉？怎么像柠檬塔的感觉？其实很像，对不对 ？OK， 恭喜获得1500分。马上进下一关卡，走。超级排球队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连同主持人共6位，3位一组，分2边，轮流以排球的方式拍打气球，限时80秒，拍打球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排球队，今天呢，我们两面队伍呢都是自己的队员哦，要来考验默契哦，帮对方可以好接球，互相传球，看可以最多传几下。了解，在80秒之内 ，OK。了解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计时80秒 ，Ready Go！ 1、2、3，哦，高飞球，坐下，四、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哎，要在网子中间哦。11、12、13，哎呦不错哦，14、15、16、17，哇，高飞球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哦，好了，23，就，球回来中间，球回来中间，25、26、27。你飞好高哦！哇塞，超帅的杀球，33球，很厉害，没有落地。两边的默契都配合得蛮好。对，只是有时候会越来越后面，再往外。对对，恭喜你们，很棒！紧接着换我们的蓝队同学 ，Go！让出我们的排球队，上场的是蓝队的同学。Yes， 请问一下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 ，Ready。1、2，不要太高。3、4、5、6，6。再轻一点。好，不要太高。7、8，不要太高，钓鱼不要太高。9，10。OK。12。好好玩哦。11。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12、13、15、16、17、18，轻一点，用手肘就好。18，19，20，快回来。21、22、23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，用碰了就好了。24，啊，没关系，快点。25，26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27、28，29。太高，因为高时间就会久。可是问题，你们这样就很容易挂网。其实我们只要再往这边就好。来，来，来，你来，你给我，好，给我，2、3、4，这样就好了，5、6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很快了。到底有多懒？恭喜蓝队同学36球，环游世界 ，Let's go！ 好，现在换我们的蓝队要来环游世界了，1、2、3 ，Go！ 看看恒子带我们去哪里哦。刚刚我们是在意大利，是二吗？你们要六是不是？六，还是五？五点。预备 ，Go！ 1、2、3、4，5，马来西亚1100分。欢迎来到马来西亚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马来魔知道吗？马来魔对不对？是。马来西亚有个非常有名的国宝动物，就是这个啦，马来魔。是。它大多部分呢是在马来半岛，身体的色块呢让马来魔躺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容易被其他动物认为它是岩石，是，而不是猎物，其实有一种保护色啦。是。但是因为它外形呢长得是猪不是猪，是象不是象，所以古书称它为四不像。哦，对耶，它感觉很面熟。但它长得好可爱哦。很像那个长腿的小象，对，可是你看它像它有猪蹄子这样的感觉，可是它又是有长鼻子，对呀，对呀，可爱。恭喜你们获得1100分，马上进行下一关卡，走。
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，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金头脑呀，今天呢也是由我们的天王巨星要来为我们出题了。是的，我们天王巨星就是我们的小小兵。接下来我们要影片来看喽，要注意看，我们题目就在影片中。My minions will save me. You like picking on little guys, huh? I am a master of kung fu. 지찬우 kung fu, burst, smoochy, smoochy. I will teach you. So here I go with my son. Now you. This may be the only opportunity that I got.Kevin, Kevin, Kevin. Why don't we make this a fair fight?小小兵长，然后他的眼睛跟身体有超多的肢体跟表情，是是是，今天暑假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这个小小兵的魔力，没错，而且他非常的幽默跟可爱。是的，好了，我们来出题啦。第一题，老师请出题，请问小小兵去哪里学武术呢？OK， 他去哪里学武术呢？在影片有讲到小小兵在哪里学武术呢？在国外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。哇，好清楚，很清楚了哦，很清楚。答案是，好，数到三，请亮板板，一二三。中国，他特别从那个地方去中国学武术，对不对？从中国去中国学武术。OK， 好，这边答案也是中国。哎呦，哎呦，是谁？你没有看到吗？还是他说那个中国的武术比较有名，所以是觉得哦，中国武术很有名，所以在中国学武术。而且看到他在学的那个武道馆后面都有一些国字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可是但是到底是不是中国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，答案就是唐人街。唐人街，刚才那个彦俊哥有说了，在国外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，对，唐人街就是华人唐人街啦，对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答对，好的，谢谢你们。但是呢，其实我觉得很多同学啊，对于这个漫画跟动漫都很有兴趣。对，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同学，听说非常会画画，哦，是不是？慧珍是你吗？哇，我们可以看看你的作品吗？哇，这是你画的，慧珍很厉害耶，是。慧珍呢，其实是我们彰化县漫画比赛第一名。请问你画的这个是妈祖娘娘吗？哦，妈祖娘娘，那他们是千里眼跟顺风啊？怎么那么可爱？而且很可爱，妈祖娘娘有为了防疫还有戴口罩。对，而且还有75%的酒精。期待你有一天开画展，然后彦俊哥跟心灵姐姐去帮你站台一下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剪彩。我们就是梨花，我们要剪彩，对，我们要剪彩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好棒的啦！我羡慕会画画的人。紧接下来，我们的第二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飞机飞得越高，为什么速度越快呢？A 没有云的阻碍 ，B 空气密度低 ，C 空气对流旺。刚才小小兵的影片里面也有飞机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数到三，请公布板板，一二三。红队答案是 B， 空气密度低。为什么觉得是这答案？因为 A 不可能 ，A 不可能，没有云的阻碍。C 的话，因为越高那个空气越稀薄，所以也不会是 C。对了，没有那么旺盛。爱因斯坦的传人说话。是是是是是。我跟你讲，答案真的就是 B。未来的你说了算，真的。好，这边答案也是 B， 为什么呢？有什么样的理由吗？在学校图书馆有看到。有学过。
密度低，所以比较没有阻碍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会看到你们有一种看到小小兵的感觉。对，怎么可以一模一样那个颜色？他们的配色很像。是。哦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公布正解，正解就是空气密度低。恭喜答对。由于这个地球的大气层，它的空气压力和密度随着高度增加而降低，而飞机飞行的阻力呢，主要是来自空气的密度啦，所以密度越高，阻力就越大。当飞行高度的越高的时候呢，空气密度则会越低，那阻力当然就越小了，阻力小了，飞行速度就会变快。好，恭喜没有答对啦。好，紧接下来是我们知识题啦，第一题老师请出题。荷兰将红绿灯加装在人行道上，请问原因是 ？A. 保护低头玩手机的人 ，B. 给导盲犬看 ，C. 方便给骑脚踏车的人观看。好，同学，我们可以看燕君哥哥这边，我们手上呢有拿了一个板板，这个板板呢就是荷兰的红绿灯，它在人行道上面呢，上面是红灯的话呢，它下面呢地板上面也会呈现一个红色的一个，好体贴哦。红灯也是在地上，嗯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好，想想看哦。好，数到三，请看答案板，一二三。C 方便给骑脚踏车的人观看，为什么觉得这个答案？你们有骑脚踏车吗？有。为什么爱因斯坦？你说说。三去法。走路玩手机本来就是不对的。对啊，就应该好好走路。那为什么导盲犬看？导盲犬会自己判断。哦。导盲犬会判断。可不可以过马路？嗯，而且狗狗是不是色盲？嗯，这我不知道哎。了解。所以你们答案是骑脚踏车的人看。了解。OK， 这边答案也是骑脚踏车的人。为什么？玩手机的人当然不会看到红绿灯。然后 B， 然后狗，因为狗，我记得狗好像是色盲。OK， 好像都蛮有道理的。对。哦，答案是保护低头玩手机的人。可是呢，低头玩手机这样子有点怪耶，本来就不应该边走路玩手机。可是因为在智慧型手机称霸的这个世代，是低头玩手机的人变多了，讲也讲不听。没错。所以呢，荷兰政府直接确保呢他们的安全的话呢，就把这个红绿灯加装在人行道上，显示出雷射效果的红色或绿灯的亮线，那并随着马路上面的红绿灯一起变换灯号，就提醒路人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，就是你在滑手机滑一滑。哦，红灯了，我不能走。哦，绿灯了，开始走。可是其实也不对，好不好？边走路啊，我们还是不要边滑手机，太危险。对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对。接下来第二题，老师请出题。在瑞典过儿童节时，大人都会把男孩打扮成 A 国王 ，B 龙虾 ，C 驯鹿。哎呦，走。儿童节的时候，大人会把男孩。哦，是把男孩打扮成什么样子？男生哦，国王还是龙虾还是驯鹿，都还蛮妙的啊。哦，好，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，一二三。红队答案是 A 国王，为什么觉得是国王？因为之前在电视上有看过类似。男生就是当国王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这边答案也是国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B 不可能是龙虾，为什么不可能是龙虾？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除非大人想吃龙虾，大人想吃龙虾，爸爸太想吃龙虾了。想说哦，那为什么不会是驯鹿嘞？驯鹿是那个圣诞节，没想过，圣诞节才会有驯鹿，比较应景的，不是儿童节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瑞典，对不对？了解。那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老师公布正解，答案就是大人想吃龙虾的龙虾，龙虾。这个真的太妙了啦！你把小孩放上也太妙了，而且你看这个龙虾装哦，还把它放在锅子里，太可爱了。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男孩，对不对？其实瑞典将儿童节分为8月7号的男孩节，还有12月13号的女孩节。男孩节呢又称为龙虾节。按照传统习惯呢，这个习俗呢，瑞典人会带男孩出海捕捞龙虾，并把他们打扮成龙虾的样子，然后在晚上举行这个晚会哦，是鼓励小男孩学习龙虾勇敢的精神，并培养他们坚毅的品格。没错。那至于这个女孩节呢，是12月13号哦。传说中露西亚是专门保护女孩的女神，所以女孩子真的就是漂漂亮亮的打扮成女神的样子，为其他的孩子做善事。好可爱。而且把它放在锅子，太好笑了啦。对，好可爱。而且男生跟女生长得，女生就是女神，男生就龙虾，好可爱的。这题都没有人答对。好，接下来第三题，老师请出题。日本人非常爱吃生鱼片，又称为刺身，请问取名的原因是 ？A. 生鱼片的日语听起来像刺身。B. 发明这道菜的厨师叫刺身。C. 把竹签刺在鱼肉上。
OK。生鱼片又叫做刺身，应该大家都有看过生鱼片嘛，是不是？沙西米，沙西米，这应该爸爸妈妈都很爱吃的。对，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，一二三，红队是 C， 把竹签刺在鱼肉上，为什么觉得是这答案？因为前面两个都不太可能。哦。生鱼片的日语听起来像刺身，沙西米，沙西，刺身，不像，不像，不太可能。第二个是发明这道菜的厨师叫刺身。对，哦，只听过刺青，没有听过刺身，所以觉得是三去法是 C。OK， 这边答案也是 C， 为什么嘞？有什么理由吗 ？A 的话，我阿妈因为会日语，然后我你阿妈会日语，没有听过她讲过刺身两个字，因为带阿妈去吃日本料理，没有听过她说过刺身。B 嘞，为什么不是 B 嘞？因为有点牵强。太牵强，可怕！而且你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，而且你就说，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刺身。奇怪，上面的答案都是把竹签插在鱼肉上，刺在鱼肉上，所以刺身。答案就是，恭喜答对，把竹签刺在鱼肉上哦。刺身这个名字呢，起源于日本1336年到1573年哦，在这之间呢，他们呢就有这个名字的发起，它是指刺在鱼肉上的竹签和鱼皮，因为鱼肉去皮之后就不容易分辨它的种类啊。那过去渔民会用竹签呢，把一小块鱼皮刺在这个鱼肉上面区隔开来，是将这种方法呢称为刺身，所以演变成生鱼片的名字。哦，恭喜两位都答对了。接下来第四题非常有趣，太有趣了，请出题。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出现了一种冷门职业，请问是 A 推人上火车 ，B 帮人洗衣服，C 叫人起床。推人上火车。工业革命前哦，冷门的职业，请亮板板，一二三。C 叫人起床，为什么是叫人起床？因为你们常常赖床吗？前两个就是不太可能。A 是工业革命前火车没有普及。哎呦，讲得很对。那洗衣服嘞？工业革命洗衣服，大家都没穿衣服。工业革命前假勤都没搞啊，还洗衣服嘞？哦，好，哎，这边答案也是叫人起床，为什么嘞？因为 C 最奇怪。哦，你们选最奇怪的。哦，因为经过了龙虾的洗礼之后，对，想说还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叫人起床，恭喜答对啦 ！OK， 我这边有个板板，就是这个用这个竹竿子打，哎，这好酷哦！打人家窗户，敲窗，自己加油！在这个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呢，闹钟并不常常出现在所有的家庭当中，是，所以他们出现了一个职业叫做敲门者，敲门者专门叫醒爱睡觉的人呢、啊。他们呢会用短杖呢轻扣他的门，是用长杆子呢敲响他的窗户，在确认爱赖床的客人完全起床以前呢，他们不会离开现场。哦，就是敲完之后你要打开说，哎，卡，麦克卡啦，他就真的蛮酷的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。好，我们红队答对了三题，我们蓝队也是三题，一起来环游世界啦。好，刚才是到了马来西亚，接下来去哪里呢？一二三 ，Go。看看两位女孩带我们去哪里 ？OK， 哎呦迟到，因为比起准时呢，迟到才是正常的，而且通常会预留30分钟到2个小时的迟到空间哦。就是呢，他们很多事情都觉得一切就是放松心情，慢慢来。这个呢是巴西人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。恭喜你们获得1200分。耶！好，紧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DI 乐团所带来的精彩舞蹈表演。耶！
谢谢你们表演，好热情哦！马上进行下一关卡 ，Let's go！超级大满贯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连同主持人共六位，两两一组，将铁罐运送至终点，限时80秒，运送最多铁罐的队伍获胜。超级大满贯，超级大满贯，今天有友情美少女来加码啦！ Yeah！ 只要赢得我们超级大满贯，就可以把大奖带回家哦！这个呢是日本一部非常火红的卡通，叫做《友情战士美少女》。主要呢是讲述能量国的公主呢，他们被暗黑帝国突袭的，逃到人类的世界，和战士美少女变成好朋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变身，是对抗坏人。你们看，桌上就是这些战士美少女变身的法宝。我们来好来介绍一下，你看我手上这个很厉害，这是闪耀能量手杖。我发现它有很多种模式，可是我今天发现它有一个爱心模式，你看哦，星星，爱心，酷哦。好，按一下。五。还有。哦，有音乐。哦，它是有音乐的哦，而且呢，它是有音乐可以换的。哦，下一首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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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没错，而且呢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歌曲的储存在里面，所以呢，你每一天可以按照你的心情去唱不一样的歌曲，去选不一样的歌曲，超棒的，而且它的节奏，哎，可以让小朋友来练习那个舞蹈节奏，所以你会的时候也会有节奏出来，没有错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训练小朋友的节奏感，因为燕君哥哥这样节奏怪怪，因为我在收音了哈，了解。想不想要？想！所有的女生应该都是梦寐以求的礼物，好可爱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要休息一下。这只是其中一种模式哦，还有很多模式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这一个闪耀能量手机，耶！而且呢，它还是它还可以养宠物哦。哦，你看哦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们给镜头看一下。哦 ，OK， 好，简单。这边有个宠物，有没有？猫咪，选猫咪，然后呢，左上角好可爱哦，就是要喂它喝牛奶，喂食，喂食喝牛奶，选择牛奶，然后呢，再选，就是你可以养宠物，然后跟它玩喂食它，很可爱吧？开始喝牛奶，超可爱的啦，它在喝嘞，它会长大哦，很可爱哦。上次我们介绍是它拍照功能，所以它有很多功能可以玩，对不对？是哦，它有心哎，它有爱心哎。喝完之后还有它的那个饱足感，就像我们养宠物一样，那些就是现在心情很好，而且现在有吃饱。这一台呢也是个相机，对，然后还可以养宠物哦，对不对？超棒的啦，很厉害，我这里也有。哦，介绍一下，我这个是闪耀能量变身器，就是手表哦。你看到像我现在在这里头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我们现在有个卡夹放进去哦。是的。你看卡夹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讲，它有主角会出现的。是。你看里头的镜头，它会变身哦。好。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个角色出来了。有没有看到角色出来？然后还可以变哦，你看换卡夹。还可以换卡夹。我来换卡夹给你看。太酷了。这卡夹换上去。有没有？又是另外一个角色吗？对哦，另外一个角色哦。你看哦，另外一个主角，哇，超酷的，超酷的啦！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呢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只要在我们这个关卡超级大满贯获胜的同学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礼物啦。对，想不想要？
香，超级大满贯 ，Let's go！ 加油了！为了我们的友情美少女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！超级大满贯八十秒，老师音乐 ，Go！ 加油！同一个方向，加油加油！很好，稳稳的来，加油！稳稳的，对，力量卡住，抓一下就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第二棒，哎，同一个方向哦，哦，好，好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好，三个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欢迎星星姐姐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哎，朝那边，朝那边，他们朝另外一边，好，朝另外一边，对对对，要整个转，对，好，好，加加加，稳稳的，好，轻轻放，好，很好，完成，乖。好，第三棒，小心棍子哦，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方向，对对对对对，再回到第一棒了，单手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好，小心棍子，不要踩到棍子，双方要感受一下，很好，感受一下彼此的力量，感受一下彼此的力量，很重要，稳稳的不轻，加油，单手，好，可以，稳稳的，小心棍子哦，高一点点，手高一点点，倒数了，好好。这个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没有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算一下好了。星星姐姐从这边开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不错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们的蓝队同学啦。超级大满贯 Round Two， 蓝队跟燕君哥哥上场。是，记得稳稳的来，然后尽量的是同一边，他才会卡得住，好不好 ？OK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，八十秒，老师请倒数。3, 2, 1, go！ 稳稳的，稳稳的，方向同一个，三个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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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一二，他们有口诀哦，有口诀，一二，口诀就是一二，很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，稳稳的，稳稳就好，方向哦，哎，只要两个而已嘛，好，没关系，稳稳的，这么保守。一只手，一只手，一只手，一只手。好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在比赛。三个。来，走。一只手，只能一只手。感觉我，感觉一下我，感觉一下我们都。Good。好。不错。三个就好。稳稳的哦。好。你反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二，好的。好好。手那个不要扶到，快，加油！稳稳的，稳稳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三，没关系，没，怎么了？一二，加油！好 ，hurry！ 终于遇到，好紧张啊！加油！感觉一下我的感觉。Yes。郭彦均，我觉得跟你对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。怎么说 ？Hurry！ 我们在比赛。对，我很容易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，而且搞得大家很紧张这样子。对。我发现同学有他们自己的节奏。对。对啊。而且他们刚刚口诀一二。对。对，他们脚步也是的。对，好了，来看看哦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11 12 13 14 15 16，恭喜蓝队16冠，红队10冠，蓝队获胜。环游世界，出发！没有得到我们美少女的彩蛋，耶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喽！1 2 3 go！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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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二三，恭喜来到了韩国1600分。啊，안녕하세요，欢迎来到韩国。这
座寺庙非常非常的有趣哦。是，这个呢就是海东龙宫寺，它位于韩国釜山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佛寺。它是1376年的时候，因为旱灾啊，有一个懒翁大师梦见东海龙王向他作揖，然后并且得到指示说，如果你在蓬莱山脚建寺的话，就可以风调雨顺。因此呢，韩国民间就流传说，只要在这个地方许愿，然后获得神明的托梦，就可以完成愿望。好可爱，而且我觉得它太美了，它就真的在海边呢。是很美，对，太美了。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我们可以去那边好好造访。没错，刹那黑。恭喜获得1600分。恭喜。马上进下一关卡，走。棒球大作战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轮流挑战大型叠叠乐，拿出的方条需摆放到最上层，拿与放的过程中倒塌，另一队即获胜。棒球大作战。现在呢，目前分数只差了1200分。对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距离环游世界一圈呢，只剩下2步的距离。没错。所以呢，只要待会呢，如果红队赢的话，只要不要直到2的话，因为2就是起点加1000分，只加1000分。对。只要不是2的话，今天的冠军就是红队。那我们的蓝队呢，在这个关卡绝对不能输，不能够让红队有机会。对。好吧，那因为刚刚猜拳过后呢，是我们的红队赢，然后决定先攻。是的，好，所以我们红队第一棒请就位喽。好，每个人有90秒的时间，开始。加油！哇，你从下面拿。哇哇哇！最下面的中间。前一点。哇塞，你们超狠的。前一点。画室棚是幕后，后那个中间。哇，幕后指挥。最下面的旁边呢？他说下面旁边轻一点。哎呦，这个因为你只要一拿最下面的话，他整个重心就会开始偏掉。好，蓝队第一棒。你们也打算偏了吗？第二层中间绿色，跟讲他们。好，第二层的中间绿色。哦。慢慢打。安全，安全。慢慢来。慢慢来不及哦。可以再推一点点，再敲，慢慢敲出来。我觉得，小心哦，因为最下面那一层已经空了，所以它的重心可能会往你现在推的方向移动哦。所以你要往那边推的话，要很慢。OK。好，可以。很紧张哦。好，你们真的都很大胆哦。紧接着回到了红队，画师鹏，你不会要想我个痛快吧？下面的绿，未来的财政部长。哦，再晃哦，再晃哦，你可以拿中间一点点的，上面也可以拿，那个是最简单最轻松的，没有问题的 ，OK 的。我觉得第一个把最下面的一边拿掉是很危险的，对，因为接下来拿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晃。可以，很好，压力回到蓝队，这里蓝队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轻轻的拿应该都很 OK。加油，加油！这种音乐真的好紧张。危险来了。很好。紧接着红队第三棒，倒数第五个那个中间的红色。哇塞！他们都不拿中间，都拿边边哦。中间怎么看？有时候做陷阱给别人，有时候会害到自己哦。不是那个吧？好，可以 ，OK。哪一层不能下？边抽的时候记得稳住一下下哦。很好，非常漂亮，可以。慢，轻放。慢一点。很好。Pass， 回到了蓝队第三棒。你们可以试试看拿中间呢，比较安全呢。那个敲不开。用敲的也可以，慢慢敲。不要。那个第三层。第三层哪个？从下面算第三层吗？第四层。从下面算第四层。可以，他找到一个很好的。哇哦！哦，全部费功夫啊！你不小心把别人逼到绝境了，你。来，好晃啊！你完全不想延长加赛，对吧？上面的中间的绿色，中间，就是那一层的绿色，它是这个绿色，对，慢，可是敲要很小心，轻一点，这个不行，推得动吗？不行，那应该推不动，轻，它有，轻一点，应该在2步就差不多了，还是下面这样，绿色，你只要这一关过了，中间红色，蓝队就危险了，不是红色。
红色。几十秒还没过。上面。有计时。快点，红色，快点，红色。我不知道。上面。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快点。不能碰别的。好可怕哦！好晃的，很晃哦！真的确定要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拿出来，蓝队脸就绿了。不可能的，同学。拿，绿脚，拿，拿，继续看。不要拿！恭喜蓝队！还要投去姐姐，太感人了吧！差一点点呐。我觉得刚刚红队的战术真的不错，对，因为红队呢他是完全没有退路的，所以他第一个就先把最下面拿掉，对，他要逼着蓝队先走险棋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结果差那么一点点，真的，恭喜我们蓝队获得8000奖学金，红队拿5000的奖品，跟老师们同学鞠躬，我们的超级总动员，拜拜。